阿忠 ，Hello， 两位好，哇，我认到你喎，欢迎你，我嘉怡呢个，文杰，啊文杰，哇，好多人望住你哋化妆喎，会唔会唔惯啊？有啲。今次系咪第一次喺咁多人围观嘅情况底下化妆啊？唔算啦，第二次啦，上次系冇今次人咁多。哦，哇，你呢家化紧妆准备演咩戏啊？《游园惊梦》马丹婷，同边个演啊？陈君哲，同君哲，君哲喺边啊？君哲，哇，全部都是广东粤剧院的一班青年演员啊，相当之优秀噶，一阵间咧将会喺广东美术馆呢度咧上演多个精彩嘅折子戏嘅。嗱，咁主要咧就系向各位嘅观众朋友咧系展现你哋化妆嘅过程啦。系啊，咁你哋会化得特别慢啲啊，定系同平时一样咧？会比平时更加专注咯，更加专注啊，即系可能会快啲。可能會快啲啊？點解咧？因為平時咧都係好輕鬆，有傾有講嘛。今次係比較認真，一啲偈都唔傾，而且咧每個步驟都會諗得比較細咯。例如咧，你平時譬如話我哋畫呢度會跳上去嘅時候咧，就會畫得一筆過啊，定係呢家就會慢慢描描靚。即係平時咧就會按照一直一貫以嚟嘅即係模式啊咁啊嘅程序啊咁啊，今次可能化會比較專注，所以可能會有啲新發現咁啊。有啲新發現啲話嘢，哇！有啲新嘢搞出嚟喎，唔錯喎嚇！一陣間期待你嘅精彩演出啊！嘉怡，你又做咩戲啊？今日我今日就同阿康健做《香夢前夢之痴夢》啊，即係我哋師傅嘅首本戲啦。你師傅係端姐啊嘛，丁燕啦，係啊。哦，原來係咁嘅。咁阿文傑就話咧，比平時咧認真啲、專注啲啦。咁你咧？我覺得都是一樣咯，但是咧，我覺得今日就好熱鬧啦，哇咁多人嚟睇我哋化妝，咁咧我就覺得其實都同平時一樣，但是會更加認真啲。咁你哋除咗化之外咧，會唔會一邊同各位觀眾朋友介紹話嗱，依家咧我畫緊咩係乜嘢？依家我打緊底粉，依家畫緊眼啊咁樣，會唔會講嘅啦？咁就唔會，因為我哋都係好專注噶嘛。咁但係我相信咧，觀眾朋友應該會好清楚咁樣，佢哋都好專業，都會知道我哋喺度做緊乜嘢嘅。O K， 咁我唔阻住你化妝啦，一陣間喺舞台上見。好啦，多謝見，多謝。我哋各位面睇睇。